近20年孜孜不倦弘扬佛法，传承中华文化，促进世界和平，世界宗教文化和平成就卓著，备受国际肯定，屡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发表演讲，享誉国际。卢军宏台长30年爱国侨领生涯，为推动中澳友谊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经云：诸佛皆出人间，终不在天上成佛。恩师卢军宏台长追随佛陀足迹，同传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，无我利他，待众生苦，成就众生，并誓极涅槃，圆成佛道。恩师摄色身圆寂，法身永存，慈悲精神光明普照。现在我们以最感恩的心来礼敬我们伟大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。下面敬请观看一段视频。